过大意，我叫你去军中威吼，你反倒转去让别人军中，若不是我出手，你的身份就互知影。是的。我无这卑劣的意思，我干那要提醒你，以后要较小心嘞。唔通暴露家己的身份。也若无，一阵啊，你甲中央台遐的人交叉的苦心都无采讲去。后摆我会注意。 义父，你敢知影军中外迄个人是啥？看伊的功夫部署，无亲像是中义堂的人。不过，我为着要暗合你的身份，我毋敢甲伊动手啊，无机会，甲探看卖啊。伊是安怎爱军中外？敢讲，伊是来帮助中义堂的？怎有可能？ 哦，若是白剑明处处跟我作对，我老早就把中央堂遐人解决掉啊。起码上会阁出现一个神秘的人物。我看，咱都要提早动手。南队，既然你伫五万里遐人出入的所在，甲炸药台好啊，我看。 卖搁再拖。是。师父，为了要重建中义堂，已经牺牲这么多人，我愈想愈艰苦。现在派人，我都想着报应。好人说一日一日来世。师父，你再听指令，请你保庇咱中义堂。 赶紧堵掉危险，这个叛徒！阿爹，嗯，咱现在中央公馆，我出啥代志？拄我人家军装，而且我老接兵，我今日得我开。Thank you。师傅，什么代志？你我讲有人军装去，啊？你外口看，看有啥物可疑的。 是。对啊，军中你的人真可疑，就是为恁来拍的。较细心啊，唔通留下你家己身份。我知影。阿爹，建国阿要叫为恁来拍着伤，你即摆安怎？安徽，安徽，你莫遐冲动啦！你莫甲我做动好无？我知影我有功，我都甲受恁大事。 八大会的人袂让你入去啦，而且你若去拄到吴英来，你都无命。杨辉，阿公都无唔对，肯定是这个。辉哥，我拜托，带去八大会，一白见面，我为台何新杰来认赌。辉哥，何新杰是建明伊摕来何新的，伊会将何新杰交出来，就叫无安尼简单。伊若唔让。 我着用抢的，喂，阿玉，想这么搞的，咱无留你身躯边个照顾，结果要替何新杰去连刀总是？是，阿玉已经寸步骨刚通活，我无得救伊。阿哥，我做啥这一步是哦？若是要报仇，就一定要用何新杰来连伊去报刀。安徽，用好报刀，即摆为例，敢讲无得破坏天祥布衣？ 无唔对，也唔过，顶下见面穿天祥布衣，伊又冤去有闲来拍着伤，这天祥布衣无亲像你讲的这尼好用。除非，有真正是假的。假？无唔对，天祥布衣总共有两领，真正是真的，真正是假的。
拢是我做的。假的那领，因为天仙死无够，只有三成功夫尔。啊，不过真的那领，确实是刀枪不入。龙虎宝刀，若要破坏天仙宝衣，只有过千年寒地所做护心剑来领刀。燕飞，谁人你要做两领天仙宝衣？这两领都是修魂殿拜托我做的，啊，不过我做好的时阵，伊就想要杀我灭口，所以我们才为唐山走来台湾。飞虎，我拜托你，带我去找白剑明，我要给他护身镜来练刀。有什么困难性？飞虎，你是不是烦恼白剑英？白剑英，白剑英跟咱中医堂斗三工较侪解，尤其是飞虎，接受伊温情上侪。你这么揢白剑英，伊护身的宝贝，飞虎，伊哪有可能无烦恼白剑英安全？只要会当把修魂殿杀死，咱个白剑英都免阁受到修魂殿的威胁。也毋过，燕飞啊。你话讲得无唔对，啊！不过，若要抬文英来，干这么简单。若要抬文英来证据，白景就来牺牲，飞虎哪会对起白景？而且，咱中医堂的人嘛，袂咧做出这款稳重受无代志。要提护身镜代志，叫做拍算啊。你是要看阿玉，先入去啦。燕飞，真是的。为什么我明明倒好好的，迄药袂发达？是不是我倒位也做唔对去？迄才是魏英来，伊的命不该绝。伊毋是无影武功，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，要来这尔简单就发到当汤水。这么爱来的刀，一个不晓武功的查某囡仔，
厝内放一支刀要创啥？我想叮当鬼，你要出门吗？无啦，我才拄仔转来尔。啊，你别坐啦。苏明真乖，跟你规工四界走。拢袂吵袂闹吼，是啊，苏明是真乖，而且伊真爱啉你送来的杨林。我是想要甲你请教，这杨林要去倒买？哦，就伫迄边啊，刷卡迄号饲羊仔的啊。你若要买杨林，我会当带你去啊。多谢，无交了。对了。你要哪样？迄支刀？啊？哦，这支刀是我来台湾之前一个日本的朋友送的，会用当作纪念，也会当镇邪。假使你有喜欢，会用送你啊。既然是朋友送的。我要来让收下来，你自己留下来。敢讲谢有红已经对我产生怀疑。你是讲天祥宝衣有假？我唔对，天祥宝衣有两件，一件是真的，也是假。你哪会知影？因为这天祥宝衣是燕飞做的。是，伊哪会唔卡早讲啊？伊做这天祥宝衣是受到魏英来的指示，惊要请见效，所以拢无讲。假使燕飞讲的是真的。那呢？但是就通啊！这徐文天一定偷偷把田祥宝衣换过来。啊，我阿爹穿的迄领，有时阵刀枪不离，有时阵一点仔效果拢无。无唔对，这都是奸巧的所在。可恶！竟然摕假的田祥宝衣给我阿爹，根本就想要把伊害死。哎，建明，你是要创啥？我要摕假的田祥宝衣给大家看，看徐文天是要安怎解释。袂用的啦，建明。袂用，谁拢袂用的？你去冷静下无？我阿爹即摆就有危险，我是要安怎冷静啊？建明，你想看卖，即摆你阿爹遐尼信任袂用来，你已经甲真侪款式交予袂用来，即摆就算咱试出这天祥宝伊是假，到时阵伊若是甲咱变面，对咱来讲无一定有利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咱两个拍袂赢伊？咱百来回这么侪人，莫讲是拍。跟他订就跟他订死。建明，你别讲这么有自信。我有听到风声，魏英来已经买收百大会，真多有头有面的人，这么大部分的人已经投靠伊啊。事情的代志我无证据，我无跟恁阿爹讲。真正有这款代志？唔敢安尼，恁阿爹已经把代表百大会的手指交予魏英来，你想看卖？假使魏英来若是反背恁阿爹？百代会人要听啥？哎呀，我阿爹真正是老糊涂呢。阿哥，顶届洗温泉的代志，魏英来替恁阿爹受迄刀，我认为这是伊考虑的，这一切拢是计划好。敢讲，
你一点仔办法拢无。有，这看你肯还是唔肯。你是讲嫁给我？这件代志，甲嫁给你有甚关系？佳敏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。 你当咱嫁成明主的位置，这是恁爹爹讲的，敢我你袂记啊？只要你有权，你就当一步一步把魏英来设立消灭掉。到时阵，都唔惊伊唔乖乖受死。你这个时阵逼我嫁给你，到底有啥目的？第一，救你；第二，爱你。 感觉安怎？感觉好疼。你快点来，即马江敏弟甲你治疗，你只要好好休困，真紧就会好。别甲我安慰啊，我家己的身体，我清楚，我想我。你莫白讲。 江敏姨讲。 江敏姨讲。 江敏姨讲。爹娘为着要安慰我，煞来讲白话。我即摆当坐踮遮，甲你讲话。 看到你，我已经感觉足欢喜啊！哎，你莫安尼讲，我不记得，你为了我来牺牲你的性命，有，会当为你牺牲。 小姐啊，会当为着惠芳兄来过身，平小姐啊，嘛是为着惠芳兄，还佫中一冬，不顾家己的性命。 中堂的地主，我会当跟伊同款，替中堂做淡薄仔代志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阿娇，莫安尼讲好无？莫安尼讲啊！ 伤我这么严重，还是倒来休困啊？我想要起来行行，看看者，我若无起来，我惊我后摆无机会啊！
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你啊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只眠梦呢。啊！你梦到啥？我梦到我甲飞龙兄成亲啊，大家拢在祝福我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那呢？真好啊！不是拢在讲梦到的代志，可事实拢是颠倒变的。我梦到我甲飞龙兄成亲，那安尼意思就代表讲，我永远嘛无可能嫁予飞龙兄。你唔通安尼胡白讲。对你真好诶，你受伤时阵，上过着急的人都是伊。规工呢，未食未困，伊咧辛苦，比甲你照顾人嘛是伊啊。只要你伤，赶紧好起，我相信，伊一定会甲我提亲。嗯。哎呀，你莫甲我安慰啦。我毋是甲你安慰，你对你家己要有信心。嗯，我是家的不容易啊，莫不扛上工，一天过当变成你家后，好好来照顾伊的生活。我想过讲，假使我若会当甲飞龙遐成亲，拜一下天地，都三十万公岁啊，我死嘛甘愿。只可惜，我永远嘛等袂到伊一个。哎呦！疼惜你家己的身体，阿爷无骗你吼，嗯，行，咱入来。我还想着要救我。
这个我应该拍重伤。你对我是真心的。因为伊的心愿，都是咱来甲伊成亲。玉凤，我感觉家己的过身进程，要完成伊的心愿。安怎搁要对付我？到底是敌人，是朋友？搁是你？你到底什么人？把你和平摕来，想要走？这个人对黑妖怎办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，破坏我炸药的人嘛是你。你讲是什么人派你来对付我？你在讲啥啦？那你逐摆讲的话，我拢听无。你搁敢若骗钱？可是那不是你打的，是安怎你要来看这阴信？你搁敢讲那药不是你打的？冤枉哦！我根本就不知影什么花药啊，我只是看到涂骹有一条线，感觉足好奇的。你明叫是亲戚公公的，有法度甲我骗？行，不要行！我放开！行，我放开啦！你别动！我呢？放开啦！行！办不好，你这么做，夏雨虹怀疑你。
你都不能怪我安尼做。别打，安全点。那是无的确。你，不管安怎讲，自从你搬来富军了后，发生真多代志。我唔相信甲你完全无关系。你出代志，就怪在我头壳顶。好啊，好啊，不是你硬要赖我，我嘛无法度。谁知你要安怎？本也唔是你。是我，所有的代志拢是我做的，无冤无仇。你在遐要甲你诈死的人是我，也搁有领导的鸡鸭死了了，嘛是我害的。我只是一个无路用的查某人，妈妈拍袂赢，妈妈骂袂赢，谁知你要安怎啦？用心的呢，我这么关心你，我添油恁给苏明啉，你竟然稳重修补，把所有代志甩在我头壳顶。是嘞，是我做唔对。你明早。你。刚刚真正是我怀疑唔对人。岳父，你是安怎要出卖我？哼，我若是出卖你，我敢有可能踮在这等你回来？也毋过，知影我大早又伫个啥物所在的人，敢若你一个，除了你以外，阁有啥会去点火药？安那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想要甲你炸死？也若无，敢阁有其他的理由？你敢知影？你在炸药的所在，已经被谢永发现了，而且已经把火线拆掉，这是杀伊上佳好的机会。谁知影？偏偏伫这个时阵你出现，我不怪你破坏我计划都袂歹，你阁怪我唔对。我本来伫一路的，就要将吴飞龙杀死。谁知影会去让黄飞鸿破坏计划，才会去拄到谢友鸿。如果是黄飞鸿，那呢，你的身份有被发现无？无。中医堂的这挂人，比我所想的搁较歹对付。豆豆来，
我都不相信，我都把中义堂遐个人彻底解决掉。司令官，哟，你有受伤？无，我无受伤。你哪会走来遮？我听到爆炸声，我就知影有问题，所以我就赶过去。本来我是怀疑迄个叫金兰花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早约爆炸的时阵，伊搁较斗阵，真明显点迄药啊的是另外别人。可惜我慢一卡步，无看到点火药的人。玉凤，迄个查某你较细腻，虽然这件代志甲伊无关系，也毋过。伊甲迄个日本武者一定有关系，我会继续甲注意。我嘛注意魏英来，我先来等。辉浩，阿娇个伤势敢唔较好？无，而且又要挖落去机会，可能无大。讲起来，这阵代志拢爱怪我。玉皇，这代志甲你哪有关系？阿强若无做油分三花，就袂出代志。玉皇，你总袂当讲人无应该甲苏明做满个。你毋知影，是辉良叫伊做的。其实我真了解，辉良会安尼做，是想要化解我甲伊之间的误会。辉浩，我是毋是伤自私啊？玉皇，这种感觉我知影，你这不是自私。人伫个悲伤绝望时阵，根本无迄个心情去想其他代志。而且有时阵，心肝头若是拍结的时阵，是安怎透都透袂开。你莫安尼责备你家己。我明仔会当无责备我家己，一条宝贵的性命。因为我的自私，可能就会消失。玉皇，咱感情若受到打击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难免会失去控制，所以人甲人才有可能做温暖。你会当安尼想，就表示你愈来愈稳，嘛愈来愈进步。你真正变真多，即摆恢复甲较早的恢复，互我无法度感觉是同一个人。哦，你想到你家，你较细腻，咱随时保持联络。玉皇，我感觉你也是等甲孙兄弟做伙大较好。多济啦，多惊济唔惊啦，上惊的是哦，你白嫂啦。安怎，你有探听到什么消息无？我甲你讲一个惊人的消息咯。大雅的班教是大大的出名哦。这有啥物惊人啊？代志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惊人唔是这啦，上惊哦，是离开班教了后，大雅的名声就无人知影。要唔过，我甲你讲哦，上惊的吼，就是离开放假了后，大家知影的是修魂天，唔是海霸天呢。是修魂天，真正伫个闭鬼闭馆。凶险的是吼，除了放假以外的武馆，佫有真侪武馆，才是收入期，唔是百日期呢。我要去甲我阿爹讲。哎，小姐，你莫冲动啦。这个代志若无在成阿爸才会行动，我惊老爷袂相信咱讲的话啦。而且，咱也是较早甲老爷讲，必须有天避免，咱也无准备啊，
安尼，这件代志不是真大条啊？你讲了有道理，即马不是秘密的时阵。哎，个人受伤啊？是阿瑶啦，伊去予徐文天拍受伤啊。小姐，我会记你这个查某囡仔苗武功啊。徐文天哪有可能管遐济？只要是甲赵云登有关系的人，伊一个人哦，拢袂放伊出来。无要紧啊，伊若伤一个，你就救一个啊，安尼嘛袂歹。你讲啊，遮尔啊轻松，这阿娘可能无偌久会当活。啊，那呢？你甲这药啊要搁创啥？我这药啊，干那减轻伊的痛苦。